总公司呢，我们三千999朵的玫瑰花，哦，希望能够哦郁金香。哎，好像有一条歌是那样的玫瑰花了哈、哦。大家也看到今天在桌上哈、哦，那是在荷兰哈、哦，他们送来的哈、哦，送来的郁金香，因为今天是他们的国王日嘛哈、哦，也是他们的一个国庆日。好、哦，总共送了我们3999朵的玫瑰花，哦，希望能够哦郁金香。哎，好像有一条歌是那样的玫瑰花了哈、哦。那不过那条歌我也不会唱了哈、哦，不过常常听人家唱那玫瑰花的，哦是郁金香，哦那也哈、哦、代表哈、哦、我们两边的一个友谊。那当然也感谢哈、哦，我们有跟他哈、哦、捐赠了一些口罩，哈、哦，所以他特别表达他们的谢意哈、哦，就好像前两天我们也接到哈、哦、德国卫生部的部长哈、哦、来给我们一些感谢。总共送了我们3999朵的玫瑰花，哦，希望能够哦郁金香。哎，好像有一条歌是那样的玫瑰花了哈、哦。那不过那条歌我也不会唱了哈、哦。那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新增的个案哈、哦。那昨天我们新增的498例的哈、哦、新增的一个相关的通报。哦、通报案件现在也比较少、哦、大家比较没有那么的紧张、哦、所以通报案件现在到今天为止是606956件、哦、那其中一样、哦、429例的确诊，那343例的境外移入，55例的本土病例，那31例的敦睦舰队，那确诊个案中仍然是6个人死亡，那290人解除隔离、哦，那湖北班机的460名的返台民众，截至目前有5人就医治疗中，一人陪同就医，那其余集中于集中检疫所密切健康侦测。那有关于敦睦舰队群聚的事件，那截至目前我们掌握接触者总共1916人，其中585人为居家隔离的对象，那中间我们裁减了262人，那254人为阴性，那其余在继续检验中，那1331人为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。